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这么1203集的节目。我先回答呢，在上一集的弹幕里头呢，有朋友问到说呢，我手上戴的这个是什么材质呢？这是虎眼石，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那为什么最近突然会把这个手上的饰品戴起来呢？因为最近呢比较常出去照相啊，那帮人家照相的话，自己的一个外表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所以就最近就年纪大了，突然变得比较骚包，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又给带了上去。那这个是我太太送给我的啊。那讲到这个太太送东西给我呢，前两天呢我发了一个动态，就是我跟我太太出去吃饭，然后有一张我们非常恩爱的合照，对不对？那就有人说了啊，哎呀，这个突然之间高调秀恩爱，肯定背着老婆不知道做什么。哎，这个就是很内行的一个人的留言，对不对？你想想看，一对老夫老妻，突然这个老公呢突然献殷勤，这个一定是要么是已经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情，要不然就是准备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也是很内行，我就服了啊。那既然这样，我就只能大方的承认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我最近这个照相照鞋底照小姐姐照的多，但是我都是有公开报备的，所以呢肯定呢偷偷摸摸的呢肯定是其他事情啊。对，我现在买玩具呢都要偷偷摸摸的买。在跟太太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偷偷的跑到这个家乐福这个大卖场里头去呢，去买了这个。这个是 G1 复刻的玩具，那其实他当时还有推出 Bumblebee 还有这个 Artemis Prime 等等系列。那他现在这个系列当时第一波的四个玩具呢，现在都是特价啊，台币的话呢都是99块钱一个，等于人民币23.5块左右啊就可以买得到了。那就等于是一颗扭蛋的一个价位啊，所以就干脆把它带一颗回家好了。本来想要去买大黄蜂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只剩下这个，应该是 Gear， 应该是什么齿轮吗？还叫什么来着啊？反正就是只剩下这个家伙可以买了。那当时的话就顺便的话呢，也带了一个这个大黄蜂独立电影的这个Cliff Jumper， 就飞过山，两个的话呢就一起把它给带回家啊。这个是台币89块钱啊。然后这个是台币99块钱，就一起把它们买回家。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都有一个脱胶的状况啊，就是这个侧边这个都已经有点打开了。当时架上只剩下三个，那三个何况都已经是不是非常的好，都是已经有受过伤了。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还是以玩具的内容物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收场。那我们就把它给打开来哈，就给各位呢实际上给把玩一下给大家看。这个据说是完全照搬当年 G1 的一个设计啊，并没有做一个很多的一个改良，就把它给拿出来。这个包装盒的话就能留我们就留吧啊，这个看上去很复古的一个设计啊，这个要应该我会把它留着吧，毕竟是背着老婆偷偷买回来的啊，对不对？背着老婆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应该留下证据啊，对不对？应该把它丢掉好了，这还是背着老婆做的事情，还是不要留下证据好了。好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把它拿出来给各位就近的看一下。嗯，果然是非常G1的一个造型。好，诶，其实还蛮有这个古早玩具的一个风味啊，其实也不赖，就看，而且蛮意外的啊，这掰起来关节居然还蛮紧的。哦，还蛮紧的，真的跟新的一样啊。对，一体性还是相当之可以，相当可以。然后呢，它的一个 Autobot 的一个标志的话，还是用一个贴纸贴在后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热感啊？看一下我身上还有没有体温？哎，好像有啊。对，但是体温不能太高啊，太高就准备隔离了啊，还是要小心一点。最近大家还是多多保重身体啊。背后就造型就是这样子。那可动的话呢，大概就只有手臂这样子转动。手臂可以转动，其他还没有什么可以动。那脚的话是完全卡死的，只有这个下半部可以动啊。这种复刻 G1 的玩具就可动，大家也就不要太计较了。然后大腿有很漂亮的一个电镀，很漂亮的电镀啊。这个变形的话，我想这个也是一目了然吧。这个两腿往上一翻折，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往身体一靠拢啊，应该也就变形完成了。再咔的一声啊。就变形完成了，这个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看上去还是比较可爱一点。看一下滚动性它是没有问题啦，还是可以滚动的。好，那这个就是我台币99块钱从
大卖场呢，背着老婆买回来的一个玩具，你看这个，现在你看啊，买玩具还要背着太太买，你看这个人生，对不对？拍小姐姐可以公开去找，但是买玩具要背着买，这种人生你要吗？对不对？你以为我容易吗？啊，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你以为这种人生是我要的吗？是还不错了啊，哈哈哈哈！你看小人得志的笑声，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就不懂啊，到底这个胡夫骑射你这个人到底是好玩的梗在哪里，对不对？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就是比较会拿自己开玩笑而已，这没什么。这个我在我这个前几期的一个这个影片里都有提到说，对，我个人是习惯了这个拿自己自嘲的一个风格。我这个飞过山就感觉有点点不是那么好诶，因为它的这个感觉它这个下盘好松啊，这个这里是一个球关啊，感觉非常的松，拿起来的感觉就是，哎，真的这两个家伙这个感觉就比较扎实啊，然后这个就一整个是非常的松，而且这个塑胶的一个空洞的感觉啊，这个真的就是比较山寨的感觉。嗯，手臂的话，这个转动很紧呢，然后这个连接感，我觉得不是很，感觉好像把它扭断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我之前买过它的 Bumblebee，感觉没有这么糟啊，感觉没有这么糟，感觉不是很好哎，就各种松啊，不过没有关系啊，89块钱台币，还要求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来给大家玩个简单的小变形吧啊，简单的变形好了。怎么变法呢？这个应该是不用特别看说明书吧？啊，这个胸口的话呢，应该是胸口是往上挑起来，OK，平走起来啊，变成一个车子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引擎盖，手臂是往前推啊，这个应该都是固定的套路了。那这个脚的话呢，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往前面翻啊。你看这两者的一个变形是有蛮高度的一个相似度，不过这个变形成车子啊，可能这种变法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变法啊。那这个变形金刚的历史呢，几十年来啊，有一些套路呢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在一些细部上呢做一些小进化啊，我们也都是可以接受。毕竟这些东西是慢慢累积起来的，一天一点点小进步，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嗯哼，好了，捏一捏，搓一搓啊。这个变形也不用特别多讲解了。那因为它是一个能量晶的一个爆破系列，所以它后面有一个洞，啊，这个洞是要后面装一个推进器的。这个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做过分享。那个推进器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收去哪里啊，不知道收去哪里了。好吧，那这个就是这一期给大家做了这两个，都是一个小型的玩具啊。那这个反而是这个真的是感觉是比较有点意思啊，老玩具，但是手感还是相当之不错的。那这一款的话，造型是还可以啊，红色的这个金龟车是不赖，但是就是这个感觉是比较松垮一点，比较松垮一点。好吧，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个两个是对背着太太呢去偷偷买回家的两个玩具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